请你喝酒。是不是想把我灌多，然后骗我上床？你以为我不？干嘛？喂！没事啊。干嘛？别出来了。知道了。这是我今天特意为你准备的，有些话想对你说，所以就布置了这样的氛围。我觉得你会更适应一些。这些都你做的？你一个男人都这么能干，要我怎么做？你可以是总裁，你也可以是公主，你不用为了任何人而改变，你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可是我……你有没有发现，任何人的感情时间一久都会发生变化，什么意思？就像我对你的感情，时间一久，也有点爱不如初了。哦，是吗？现在竟然变得与日俱增了。油嘴滑舌。一天有1440分钟，我为你3分钟沸腾一次，每天就是480次。这谁顶得住啊？所以，我们开动吧。就这样。对，我想说的就这些。对了，忘了问你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开动吧！哎，要不要喝杯酒庆祝一下？好。小叶子，我这两天工作太忙了，肩颈特别不舒服。等一下，你坐在后面帮我摁一下，可以吗？好呀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小心。你干嘛？遵章路上走，安全伴你行。记好。一点都不押韵。夏总，刚刚忘了这个给你，这个特别好吃。嗯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热吗？嗯，有点。我来就好。Thank you.
度呢？你又转了。找到一只，逗你呢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出来吧。没了，没有了。混蛋！你明知道我怕蟑螂，你还要吓我？哎，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嗯。为什么什么事情在你这边都特别的轻而易举的？可能我想让你爱上我吧。你跟我好好说话。我有好好说啊，我从小养家养得早，社会这所大学教了我太多了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爸呢欠了债也逃跑了。原来一个人的强大都是成长被迫的代价。哎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可以随时告诉我。切，我才不需要别人可怜我。喂，不是可怜你，这个叫互相帮助。你也帮过我很多呀，比如商场那个买海参的大妈呀。那都不算什么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有什么好谢的？所以说，你的心肌腹黑，都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。我可是对你一心一意的。少来了你，谁信啊？看你就是情场高手。说吧，骗过多少小姑娘？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？一个对的，一个值得你倾心付出的人，然后其他人在你眼里都会变得不重要。就你会说。哎，我今天帮你抓了蟑螂，你得怎么感谢我？请你喝酒。是不是想把我灌多，然后骗我上床？你以为我不？